说到端午连假即将到来，中央呼吁民众在家防疫，非必要不要外出。智慧交通业者响应了政府防疫升级，推出了零接触停车服务，防疫三步骤，包括了免排队、免现金、免接触。那么防疫期间，如果大家真的需要开车外出时，多半会担心去这个缴费机取代币还有票卡会有感染的风险。现在申办了 eTag 智慧停车服务，就能够避免成为防疫的破口了。那么申办完成之后，还能够享有台中市路边停车费八折、国道通行费九折的优惠。另外业者也有和知名的超商、米其林的餐饮品牌合作，只要动动手指就可以轻松将点数变成 eTag 的储值金，还有网购美食在家安心添好运，让你完全不用出门冒着被感染的风险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业者也加码，只要申办智慧停车，享有这个限量100元外送 APP 的优惠券，借此温暖全国民众的心。